一下他要做出什么东西。你知道我平时上学都干嘛吗？专业擦玻璃。哦，好刺眼，刺到了我的眼。My shoes there. I use my shoes for my project. 这是你的 project 吗？一个强迫症做出来的电路板。